哎，让开让开！哇，这个遥控车好好玩哦！走开呀、啊、你！哈哈，居然这样飞起来！哎，朝人多的地方，呜、哦！哎，他居然翻倒！冲啊！为什么他不会飞？走开！呜、哦！我想看他摔倒了，我想看他摔倒的样子啊！铁道战，来来来来，再继续走！打滑了，要撞谁？哎，摔倒 ！Come on， 就是你，就是你！哎，不要走！哎，看什么手机啊？翻车！别别别别！妹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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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走开！哦，摔倒吧！翻滚！哇，这小型电动车好好玩哦！喂，他在跳舞吗？步上芭蕾，不要跑，你是跑不了的，给我回来！啊，直接把他碾过，哦，哦，哇，翻车了！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我们来介绍新车啊。我们现在介绍现在这个角色是北斗爆奶拳啊。我们现在试试看，这个第一台车要改哪一台车呢？好多车啊，要改哪一台？这台好不好？红色的法拉利812 Super Fast， 它是 GTO 跑车啊。看一下可不可以改啊？哎，不行，不行改车。为什么不行改车？啊，我知道，它是要游戏的角色才可以改车啊。我们先把这个角色换一下好了。啊，再 say goodbye to 这个北斗爆奶拳。我们来换一下角色，我们就选这个 Michael 吧。 Michael 在这里 M 开头的地方。好啦， Michael 衣服我就不换啦，反正只是改车嘛，随便穿，随便穿都好看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就把这个车子开进去啦。古罗蒂意塔利 GTO 跑车，这名字点点点。Anyway， 我们这次就不改这个载具，不改这个护具跟刹车的部分。我直接看一下，这个其实它车子很漂亮啊、哦，这次的车子非常的漂亮，还蛮用心的、啊。我们直接改刹车不改了，直接看保险杆的部分好了。这保险杆还蛮多种款式啊，多一点点变化啦。哎呦，这是有定风翼嘛，然后这个玻璃纤维的主副色调，就先这样。然后后面是怎样？主色调的这个扩散器，那引擎调校有什么？看不太出来，应该是有变吧，看不到什么差别啊。排气管的部分是四个，然后四方筒，哈，你随便选一个啊。然后这个引擎的固定哦，它是多这个纽扣是吗 ？OK， 所以就大概选一下好了。然后这个引擎盖的部分有这些跑车级的哦，中央好多孔孔哦，洞好多啊，这是。直接秀出引擎盖了，我还是觉得原厂比较好看、啊，我选这个好了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灯，随便改哦。我们先改涂装哈，涂装看一下有这么多涂装，这次的涂装都还蛮精致的，线条漂亮哦。哇，白色红色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被人家乱画、啊。OK， 哎、欸，
真有设计感哦。实力旺，我个人喜欢这个啦。我们再换一个看看啊，不然这个好了。啊、我们看看车镜的部分哦，我们保持原厂吧。这牌咧，这牌没什么好改的。喷漆，要换什么颜色好？法拉利是红色的嘛，就选红色吧。那副色调改什么？看看，上面，然后侧面也有，前面也有。这个要配什么颜色啊？我觉得深一点的颜色，深灰或浅灰色。金色，先这样好，先这样看一下里面。OK， 所以里面的配色也蛮多地方的。比较稳重一点的灰色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吗？好像没有改到啊。车顶是什么？多了两条。OK， 这个就依个人的喜好来改吧，就大概选一下好了。看一下侧裙有什么，主副色调，暗仙，这什么啊？还有 mark 哎、欸，选这个好。然后这个导流板，有没有涂装的？看起来是哎、欸，有。不然选这个好了。那这个调节不用了。有什么可以改？车窗。哇，后面跟旁边都是黑色的。啊，就大概这样吧。我们先开车出去看一下。哇哦，超帅耶！欸、速度很快哦！哇哦，调一下那个天气哦！嗨嗨嗨，安安安安 ，OK， 然后哦，这个光影好漂亮哦，超赞，超赞的！之后这些位上市新车会出，我觉得它上市之后应该很多人想买，然后很多人想回来玩吧。OK， 我们直接进入到下一台车吧，因为还有很多车要改。先把它放在这里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改这台是这个杜拜魔神哦，杜拜魔神 HP 5000，哇呵呵，居然会出这台车啊，这是准则嘛，对不对？后面有大鼻孔，红恰恰的鼻孔，啊，鼻孔好大。哇，会喷火吗？这个？ What's wrong with her now？ 强灭霸是什么？强灭霸这个名字，有点母汤。OK， 我们看，我们一样是那个布局跟那个刹车不改啊，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它的外观啊。哇，这个排气管超大的，杜拜魔神真的不是盖的。哦，我们直接改保险杆了，看一下它是怎样。哦，它是前面有多一片是吗？这个保险杆是多一片，是避免它撞到的时候把它分叉吗 ？OK， 我们先把它这个改，就给它用个碳纤好了，配合旁边。那后面的话是有主副色调，还有碳纤扩散器哦。这个是什么？颜色不太一样，我用碳纤维的好不好？碳纤维比较有质感。OK， 看一下这个底盘的部分是上面的部分啊，上面有不同颜色，还有那个主副色调的那个条纹哦。那看引擎呢？引擎是没什么啊。我们先改这个排气管的，看一下排气管有什么可以改的啊？是里面的造型不同啊。哇，这个是怎样？战斗机的吗？
这个是大灯，这个之后再改吧。我们先改这个涂装，好看一下涂装是什么。哦，这条纹呢，描边啊，这个，哈哈，超帅，酷哎，666，哈哈，666，这不错哎，加9000这个不好看，这还好。哇哦，第一呢，黄色，黄色。哇，第一，这很像那个小蜜蜂，有没有？黄色条纹 ，Hello，Hello， 豪华条纹，哇哦，这蛮高级的、啊，灰色笔会，嗯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下一个是什么？反射是什么啊？反射是什么？看不出来。哇，这是看起来好像。某一台名车有没有它的涂装？哎、欸，这个搭配这颜色就很赞哦、喔。Junk， 那垃圾，为什么叫垃圾 ？Junk。Anyway， 武装国度是红色的部分哦、喔，整车红色，它有点像那模型的牌子有没有？我选这个啦，这个垃圾好不好？垃圾，垃圾好，垃圾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改哪边啊？整车，全部车子颜色换掉。哎、欸，这后面的，前面也有，还有哪边？我先这样好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里面内装的涂装的部分好了。我看它里面旁边跟那个侧边都有，还有哪边啊？看起来是这样哦。导流板呢是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哎呦 ，GT 版 ，GT 版好大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配合涂装好不好？就给它用涂装的。那这个车窗的话呢，全黑，全黑比较隐秘性哦。哦，超赞呢、啊！还有地方可以改吗？不行了，来试车一下，试车一下，哇，垃圾！这台明明就是很贵，好不好？这台很贵，这光影效果太棒了。哇，这台车有电动引擎的感觉啊，内装也不错、哦。后面会喷火，来，我们手法一下，手一下这个红绿灯啊 ，OK， 然后 A 到啦，一出场就 A 到啦，这样子怎么行啊？哎、还蛮快的，我发现它还蛮快的，Hello，Hello。这是未上市新车啊，之后会出，好不好？之后会出。是第一人称，好棒！顺便记录一下我的封面。OK，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改的是宾士 GT 啊，我们先看一下 GT 啊，哇，重级 GT。重级 GT， 这次会改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。贝菲特重级 GT， 他头好大。好，我们一样哦，那个防具跟那个刹车不改。哇，高画质就是不一样啊。好了，我们先改一下这个前保险杆哦。这前保险杆还蛮多东西可以改的、啊，这个东西好多啊。我到底要选哪一个？要改什么就之后上市的时候你们再自己改就好了。我就大概示范一下，好吧？大概改一下就好了。大概选一个样子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、啊，蓝色条纹的边边哦。看一下这是哪里啊？哦，这是里面。
赛车座椅啊，这有座椅的。然后 OK， 它有配备哦，有配备哦。哦，它有防那个后照镜的，是原厂加赛车座椅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多了防滚架吗 ？OK， 所以它每个不一样。选哪个好？如果选了防滚架，就只能一个人坐，不是？好难抉择哦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哇！然后引擎的部分啊，有啦有，加一点，加一点，加速的部分啊。排气管要改什么啊？三个啊，是在侧边，赛车级的。这什么啊？都在侧边啊。比赛级，哇！是从后面，这么感觉在侧边比较厉害啊，还是在后面啊？我们保持原厂啊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水箱覆盖，这个嘛，嗯，好像都不怎么好看。我们用原厂好不好？引擎盖的部分呢，多了这个通风口，碳纤维的，哎，这个嘛。应该就是造型不一样啊！哦，这个好趴哦，这孔位好多哦。好啦，用原厂，用原厂，好吧，用原厂，还是加一点，这样子好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灯，大灯其实之后进去改车网也可以改啦，就大家再自己选择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条纹的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哦呦 ，muscle，、欸、这个涂装好，这个涂装好。这是什么、啊？蓝色什么？这是什么涂装啊？紫色的，蓝色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烤漆。哦，这个还不错啊，感觉还蛮厉害啊。抽象的，我们选这个啦，这个啦，我选这个肌肉爱好者，好吧？车镜有什么 ？OK， 各种不一样。车牌。我们看一下颜色配什么颜色好，配红色，不然用银色、金色，哎，银色好吧，银色，拔丝钢。那我副色调也跟那个颜色一样好了，要有一致性的感觉。然后里面内衬的话，变的颜色还蛮多的，包括上面的这个配色有没有？好，那个车顶是什么？有什么东西啊？除了碳纤维，哦，是原厂啊。不要啦，我们又觉得这个比较好看。侧身的，就大概选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配合涂装的。有，这还蛮好看的。还有什么？超大。超大尾翼，天啊！我选这个啦，好不好？你看它这隔热纸是干嘛的？那有三个哎！哎呦，还不错嘛！真的有隔热到吗？还只是把那个前面多一块板子而已。哦呦，炫吊系统，这个这个就先这样，这样子好低哦，低底盘。车顶，我们的车窗看起来是要再亮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出去试车一下，感觉很厉害。起步没有那么快，但是就觉得很厉害。哎呦，感觉很耐撞哦！里面还有这个，哇，超赞的啦！它上市我一定要买。哎呦 ，A 到 A 到，
掉漆啊！滑打滑，哎、欸，你看打滑。Hello。这些都是未上市新车，之后会出。我先把这个烤漆把它修复一下，这台车已经被我刮花了。跟新的一样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要改另外一台车。另外一台车是什么？我先把车子放好。